哎呀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走错了啊。哎，没这么错。啊？你是刘小黑吗？嗯。是啊，你怎么能认识我呢？嗯，小友儿们。那我进来了。坐吧。认识我？我这个饭店没来过几回啊。嗯，我在别的地方了解过你。别的地方了解过我？哎，我这个人哈，有个最大特点，我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。我现在特别好奇，你是在哪儿了解过我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三次机会，你猜猜看。你是这个饭店的老板娘？不对。那我上哪儿猜去啊？这样吧，如果你猜对的话，我给你个奖励。比如呢？什么奖励？比如。你俩到的挺早啊！哎呀，丈母娘来了啊！哎，叫早了啊，还是叫阿姨吧。我太着急过门了，我。叔叔你好，叔叔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！爸，你才来啊？我不见你阿姨去吗？阿姨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哎呀，那个你没见过是吧？你介绍一下，就是从你提到的小薇。啊，刚才见到了，我真猜出来了，她是你女儿。你看这个头，我一看就能看出来，是吧？这长相真的太漂亮了，这女儿太优秀了，虎父无犬女。咱们先落座啊。好，来来，叔叔你坐主宾来。别坐。我给你阿姨。阿姨脸上笑得这么开心吧？天天老幸福了吧？今天呢，把大家叫来是想宣布一件事儿，我和你叔叔的终身大事定下了。哎呦啊，这是大喜事啊。但是呢，聊聊的态度你也知道，所以阿姨还请你帮个忙。阿姨什么都不用多说了，我全懂。没事，其实小黑真的没问题，我肯定没有问题，我相信他会处理好的。真的，我跟聊聊都特别希望你们二位幸福，包括琪琪也是，是吧？琪琪指定没问题啊，跟他阿姨都相处很长时间了。对啊，我爸爸幸福我就幸福，更何况谁不想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妈妈呢？你看看这小嘴多甜，多甜！你放心，聊聊。呀，我过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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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，来，坐。来，宝贝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注意表情管理啊，大喜事啊！快，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坐上来主持，来了。嗯。我上哪儿坐着？现在。啊，行，我就先坐这儿。妈妈给你点了你爱吃的菜呀。嗯，谢谢。你吃点。聊聊，是不没认出来？叔叔就又变帅了。认出来了吗？嗯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对，琪琪，你跟刘老加个微信，你们的班的班，以后常联系啊。好的，姐，加个微信吧。我不喜欢交朋友。啊，那刘老姐可能今天有点累了。啊，是应该，她就是在公司里边吧，活挺多的。你先吃点主食啊，啊。嗯，没事，不用这些够了。没事，咱大家动筷，动筷，动筷，咱们吃来。一边吃一边聊。那我先说一点吧，那个今天是我爸爸和阿姨定下来日子的幸福的日子，我看到我爸爸和阿姨能得到幸福，我就特别的开心。何况我还有了聊聊姐这么漂亮姐姐，还有这么帅气的姐夫。哎呀，过奖过奖过奖。我会保护和聊聊姐。那我先提一杯。你看，看，看，看。一起来呗，聊聊。来这个。我感觉你们一家人吃饭挺开心的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聊聊。哎。哎呀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坐，叔叔你们坐，你们坐。他肯定是在公司受欺负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去搞定他。你们坐啊，你们先坐。行行行行，好。你就这么走了，不要我了？那你跟我一起走呗。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？开心呢。有多开心呢？啊？有多开心呢？你膈应我干嘛？你看，你跟我在一起那么开心，那你想想你妈妈跟叔叔在一起是不是也特别开心？你不能光想着你自己开心，你剥夺了你妈妈幸福的权利呀，对吧？就你会说，有道理没不？嗯，是吧？上去吧。嗯，走吧。姐，姐夫。哎，那个我又点了很多刘姐爱吃的菜，要不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吃点。那肯定得吃啊，没吃完呢，是吧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有肉有肉。